各位观众，还有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参加6月3日我们宜兰县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感谢大家参加。在2点钟，我们全国记者会，部长有跟全国民众报告，今天本土增加364个案例，再加上校正回归，又多了583个案例。那其实案例又比昨天又多了一点点。那宜兰县今天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想请我们林姿妙县长来跟我们县民做个报告。县长，请。各位收看直播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呢，非常感恩大家。那呢，今天呢，宜兰呢，新增了一例的这个确诊个案，案9433，是40岁的女性。那也就是呢，前两天呢，公布。8554号、8555号的这个母亲，一采是阴性，前天呢出现呢发烧的等症状，再次呢筛检呢呈现了这个阳性，不幸呢确诊，他们本来呢住在这个新北市，疫情呢这个爆发以后呢，这按9433，带着2位小朋友回到了宜兰的空屋居住。宜兰亲人把这个物资呢放在门口，就离开，没有呢跟人接触，因此呢这个案子呢没有足迹，这个案呢在一家6口呢全部都确诊，接下来呢要向大家报告，日前呢我们与这个联合有线电视合作，在林山的公用频道推出宜兰线上小学堂，为照顾长辈，下周一开始。在这个林山公用频道推出在一起守护您系列的课程，邀请了人气的这个教练陪伴长辈在家运动，一起呢度过防疫的日子，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这个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的首播，下午4点到5点的重播，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谢谢大家。谢谢林县长跟大家做的报告。我想我现在再简单的将今天的状况跟各位做个补充说明。我们今天宜兰县新增一例的个案，我们现在累计的确诊个案是73位，我们目前居家隔离人数已经降到132位，我们完成了6728个筛检，目前阳性率是1.09%，但是呢我们本土个案增加了583例，目前全国已经快接近10000个案例了，那么本土呢是8778个案例，其实案量一直在增加。那当然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阳性率慢慢在降低，今天是1.09%，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比例持续降低。那我们最近为止，昨天是加0，今天是1个案例，那么希望能够持续维持下去，不过要靠我们所有的县民朋友们一起努力。那今天这个个案呢，刚刚县长也跟各位报告过了，那就是前两天854跟855这对兄弟的母亲，他比较特别是当时候框列他为居家隔离者的时候，采检是阴性，所以当时对社区是没有影响。可是采检完了2天之后，他出现症状，然后呢我们再检是阳性，所以即使对所有的居家隔离者来说，即使是一采是阴性，还是有潜在的风险。会变成阳性，因为他的确接触到确诊者。那目前我们在我们县内呢，检测量呢还够状况之下呢，我们会对这些居家隔离者在14天期满的时候也会再检测一次，那确保是干净安全的再回到社区。那这个是也请我们所有的民众也特别注意，即使是普采这一采是阴性，那还是要保护自己，因为随时有可能会与高风险的人接触，请大家多费心。那是这今天的医疗的状况跟各位做补充。那我想下面呢，我们刚刚现场指示我们一些新的一些服务，我想最近请是不是请社会处林昌灿处长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县长、副县长、秘书长，还有我们卫生局的局长，以及在场的我们在直播现场的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好哈。那因为疫情严峻，那本县从5月15号开始就宣布进入了
准三级的防疫警戒期，我们就关闭我们县内的社区活动中心、老人文康活动中心，并且停止了社区的照顾关怀据点以及高龄生活大学的各项课程活动。那为了要延续长辈平时养成学习的风气跟运动的习惯，县长要求社会处严厉比照各级学校采线上教学的模式，让我们长辈可以透过学习的机会。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奉旨是以后我们社会处我们邀请我们县内的各据点知名的讲师研议了相关的课程。那这个初期我们设计以长辈在家里运动的课程为主，包括健康促进课程、预防及延防失能的课程。那这些课程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增加长辈的肺活量、肌耐力，还有我们大脑训练为主。那未来我们会看是疫情的状况，如果有需要，我们再安排更多元有趣的课程，包括热火点心自己做，或是说一些穴道养生按摩的一些相关的课程，要让长辈在家里除了做好防疫的工作以外，又能够延续原来学习的这个机会。在此我要感谢我们宜兰有限的联合电台电视台免费的提供03台的公用频道，让我们县政府能够推出宅一起守护你这个系列的课程。那这个课程我们从6月7号开始，也就是下礼拜一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下午4点到5点重播，那欢迎多加利用。在这边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社区的长辈们，勤运动可以增强免疫力，让我们大家团结合作，一起努力，齐心抗疫。以上，谢谢我们昌灿处长。接下来是不是请我们秘书长跟大家做一个补充报告？副县长，还有我们局处长以及线上的媒体朋友，刚刚县长以及我们局长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就是针对我们的一个疫情的部分，看起来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宜兰昨天加零今天一例，那这个部分刚刚包括他的一个接触史等等已经有做一些说明。整体来讲这个部分也还是要感谢县民的一个配合那在整体的一个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这样子的前提下，让我们能够确保那个传播链的一个阻断。但是整个大的一个环境从前天的一个327例到昨天的549到今天的583，整体来讲是有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不能够松懈大家还是要保持警戒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来面对这样子的疫情。唯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才能够成功的把它阻绝这样子的一个传播链的一个中断让我们宜兰的一个环境能够免于疫情再次的一个升温这个部分还是要拜托我们的一个县民朋友。以上，谢谢林秘书长做的补充。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开始今天的提问？请问花莲今天宣布已经跟业者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委托代理进口65万剂的疫苗供县民施打，宜兰县是否也会找到相关的业者来进行合作？我想这个由我来答复啊。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跟各位报告，我们一定是中央买什么就买什么。目前中央主要进的是 AZ 疫苗，还有莫德纳疫苗。那 BNT 目前还在讨论之中，但是我们也了解，各位如果看报纸也记得，莫德纳跟 BNT 就辉瑞已经很明确宣示是政府对政府之间的谈判，不与其他的单位进行沟通。那如果各位还记得前两天韩国大邱市说买了3000万剂的 BNT 疫苗，没有经过他们韩国政府，结果韩国政府整个撤销，这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公司本身就是跟政府直接做对谈的。如果有别的管道，那基本上不是从原厂出来的，那它品质我们还是要对县民做保护。那 AZ 事实上我们有接洽过，它也是以政府为唯一对谈的对象，所以我们还是目前我们还是请政府来购买，我们是不是跟政府协调，是不是能帮我们代购。当然别的县市那我们可能是别的做法，我们当然是尊重，但是在宜兰县我们还是以政府所要选定的
疫苗为主，而这些疫苗厂商本身都还是以政府为主谈对象，所以我们的策略还是没有变。好，那今天呢啊，虽然我们只有一例，但是各位可以看到，那双北还有整个全国疫情一直在上升，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要靠大家一起努力。那今天记者会最后，我想是不是请林县长再给我们县民做一些鼓励，做一些报告。副县长，还有我们的秘书长，还有我们的林昌泰处长，还有我们的卫生局局长，各位乡亲，各位好朋友，各位宜兰的我们的乡亲，各位我们的宜兰的家人们，大家午安。今天呢，虽然是确诊一例，但是呢，不要松懈，那呢，继续的努力，为家庭的幸福健康来打拼，团结合作就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希望乡亲好朋友一起努力，我们希望呢，大家的努力团结，相信呢，这个疫情呢，一定会在这一段期间呢，大家呢共同的合作，一定会打败疫情。谢谢。谢谢县长，当然更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媒体朋友。今天的记者会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大家收看，谢谢。